服务满十年的这些老师，然后请上台。志清。好，来这个奖项呢，我们由我们家长会林吉宏会长代表我们全体的小朋友还有家长，感谢我们这些服务满十年的老师。好，首先第一位是我们林志清老师，杨志清老师，校长平常只叫两个字哦，今天叫三个字，先会高一点。放学校拍照的啊，小学还有位置可以拍照。那你要这样下下下面吗？对啊，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好，小朋友请掌声鼓励。拍下来的啊，这样子很好看，对，很好看。好，下一位是我们叶。刘来，你对你老叫站着你嘛，你已经。叶金老师。好，第三位是我们陈盈珍老师哦，盈珍老师跟平平老师今年带领的合唱团荣获我们全台都是第三名。好，下一位是我们的竹文老师，来看我这边啊，来，来，下一位是我们英文老师纪文老师，好，我这里要来，好，再来这位是我们的嘉文老师，也是我们学校的实体队的指导老师，今年也要参加比赛，相信也会有非常好的成绩。感谢中英国际同济会张会长柳峰及全体会员捐赠本校夜间照明设备，嘉惠学子热心教育，特制此状以表谢忱。好，那因为我们中英同济会的会长还在路上赶行程当中，所以我们待会再致赠这个感谢状那他捐助我们学校足球队夜间照明设备，让足球队呢在5点到5点半练球的时候有足够的光线介绍长官来宾。好，各位小朋友还有各位嘉宾那校长这边开始介绍台上的一些来宾那待会呢我们国安国小要把你们最热情的一面表现给我们嘉宾看就是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现场待会掌声还有你的问候。好，首先第一位是我们黄新卫议员服务处的李主任，李主任好。好，接下来是我们瑞景国小洪秀菊洪校长，洪校长好。好，这是校长的同学好，接下来是我们新屯区的一些里长，我们于静清于里长，于里长好。是我们林柱烈里长。好，接下来是我们福林里杨坤。我们国安国小在永安里永安里家属张里长，张里长好。好，接下来是我们张廖万间议员服务处的助理陈金玲，陈助理好。好，接下来是我们威格中学的辅导主任梁主任。
湾的老师哈，那后来调去文山跟我是同事，哎，校长班是同学的。我们西屯国小林伟林连校长，连校长好。好，接下来是我们校长以前的娘家哈，文山国小林忠贤林会长。好，那我们文山国小哦，校长以前的长官啊，哦，文山国小现任的校长庄继新庄校长，庄校长好。好，接下来是泰安国小曾丕炎曾校长，曾校长好。再来是我们福科国中哦，小朋友以后的学区国中，好，福科国中于俊辉于主任。于主任好。再来是我们杨振中语言服务处的汪显杰汪主任，汪主任好。好，再来也是我们国安国小哦非常热心的会长之一哦，我们蔡明环蔡前会长，蔡前会长好。哦，那也是我们的辅导会长哦，来往前坐。好，接下来也是我们的前会长哦，我们的前会长每个都很漂亮哦。来，林丽玲林会长，林会长好。哦，那下一位美女也是我们的前会长，林淑柳林会长，林会长好。好，接下来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台中市第十一区党部。好的，专员陈银如，陈专员，陈专员好。好，接下来是我们张廖乃伦，好，议员服务处的助理钱玉豪，钱助理，钱助理好。好，接下来呢，下一位啊，是我们足球后援会啊。我们的前会长啊，那这一次也是促成这一次啊足球队我们同济会这边来捐助款项的，啊，我们郭松茂郭会长，郭会长好。好，接下来是我们中英同济会谢承之好，谢秘书长。里长的时候，小朋友一定会想说，为什么少了一个？哦，嘿，现在我们的另外一个里长是我们吴瑞礼林天意林里长，林里长好。好，接下来这一位啊，是我们最近的邻居哦，蔡锦龙立委服务处的助理黄建章黄助理。接下来这一位帅哥哦，是我们的前会长哦，来，我们陈群豪陈会长，陈会长好。好，接下来呢，这一位贵宾，好，哦，就是我们中英同济会张永峰张会长。好，那待会如果还有来宾的话，校长会一一跟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做介绍。来，等一下，校长放的最重要的一排在前面哈，哦。来，校长还没有介绍到，来，我们的前会长哈，哦，林思瑶林会长，林会长好。好。接下来是我们国安国小现任的家长会会长，来，小朋友你的掌声加热情哦，林启宏林会长，林会长好。好，那旁边这一位是我们林会长的夫人，也是我们的副会长哦，张慧文张副会长。接下来上来的来宾哈，也是我们的前会长，我们前会长每一次活动都必到哈，非常支持我们国安国小所有的活动哈。
拜托了，来，我们的前会长李崇林，李会长，李会长好。好，接下来也是我们的前会长谢振兴，谢会长，谢会长好。好，下一位想要介绍是我们陈淑华议员服务处的助理蔡碧珠，蔡助理。是我们家长会的所有成员，是不是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在第一个帐篷这边。好，感谢各位会长，还有我们与会的各位家长，非常。